哎，石头，这，你干嘛呢？反正咱有任务。你一个小屁孩能有什么任务给你啊？来来，干嘛去？啊？嗯。怎么装什么？没有。你是不是偷军饷了？没有，反正。啥？给我看看。反正俺真的有任务，反正。来了，咱不能耽误了，反正，就啥？苏科长，喂，我们这是闹着玩呢。跟着喂吧。苏科长，到，执行什么任务？苏科长，没啥，俺先走了。这药是救治重伤员用的，石头，这可是狼虎之药，一般人用不得。你拿它做什么？没事，就是心脏受了伤。苏科长，我走了。叔。你说资产阶级到底是咋回事啊？资产阶级啊，就是地主、少爷、资本家，有钱人。你就说中央军那个龙大少爷，你看他每天那么爱干净，他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。可他是好人。就跟春儿闹矛盾了。大春儿啊，我俩哪天不闹矛盾啊？咱春儿啊，可不像那些少爷，啊，人呐，厚道，实在。可他俩不一样。我一想起大春吧，我就想笑。我一想起那个人，我就难受，心疼，想流泪呢。叔，你说我是怎么了？大春骂我变成资产阶级小姐了，我真资产阶级了？丫头，你怎么糊涂了？那想笑不好吗？一辈子都快乐啊。想笑挺容易的，可是想让我哭，这辈子可能就这么一个人。小儿，你可不能糊涂啊，那可是要吃大苦头的，听见没有？好了，你就送到这儿吧。张管，俺陪着你吧，俺可以照顾你啊。你回去吧，我没事儿。回去告诉旅长，那个杨大夫都说了，过不了几天我就可以跑了。真嘞？嗯，俺还想陪着你。长官，俺走了。
想通了，过去的一切我都放下了。我祝你们幸福。我知道你们夫妻感情很好，我们都好好的活着。 我不再恨他，这是我心里话。我希望他幸福，也是我心里话。 战区参谋部通知我们，日军的夏季攻势很有可能提前开始，而且规模会更大。日军华北军方面增派了三个联队，但是大野方面却调走了两个中队，不知是何意。据可靠情报，日军近日正在酝酿换防。大野联队近期和我军的几次交手中， 频频失利，在华北军方面，他们也不好交代呀，估计不会再担任主力。那个芥川拓实被调走的情报属实吗？应该属实。最近
还有泄密的现象发生吗？最近我们查得很严，应该没有吧。你好像话里有话，你说吧。我知道现在说这些有点不合时宜。龙少卿牺牲了，从情感上讲，对于他的死我感到非常的惋惜和难过，可事实上他人不在了，我们这里清静了很多。你真是铁石心肠。马上把这个文件给总部首长送过去。是。哎，龙少卿，林团长，我身体恢复的差不多，想回新八旅了。你的伤还没好彻底，回去也不能执行任务，还是在这儿多养两天吧。日军夏季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也不知道芥川他们会有什么新的动作。芥川已经调走了。他知道我还活着，一定会露面的。那你的意思，你不会是引蛇出洞，报一箭之仇吧？少卿啊，我知道你报仇心切，你和芥川绝不是个人的恩怨问题，要从大局出发。林团长，这次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，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只要吩咐一声，我自当效犬马之劳。好。要走了。祝你早日康复。谢谢。我刚才本来是要去跟你道别的。知道了。这段时间谢谢你，还有林团长和大川。不管以后怎么样，都不会忘了你，你们。你伤还没好利索呢，自己多保重。知道。不送了。这个小女八路是属于这里的，属于八路军，属于林团。他会忘记我的，我也会忘记这里的一切。哎，洪连长，不用送了。你以为我想送呢？命令。这么着急回去？该回去了。这不说好要保密的吗？你着急回去干什么去？日军夏季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，
我对那些学生兵不放心。哎呦，你是不放心学生兵啊，还是不放心你们那个中央军的那个情报科长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下午都看见了，就你跟那个女的啊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什么关系。我跟你说，洪大顺，你救了我，我对你感恩不尽，但你不要以为救了我的命就可以随意糟蹋我的人格。你那个破事跟我有个屁关系！你以为我也管你的事儿呢？我要不是为了九，来人，送他回去。是是。你这次回来会是什么样的处境？你心里知道吗？继续被文参谋长怀疑。你小子不傻呀，嗯？我告诉你，在你消失的这段时间，新八旅基本没有出现过走漏消息的现象。现在你又活了，又活着回来了，文参谋长的为人你是知道的，他就是个驴脾气，他肯定会找你大麻烦的。听我的话，到后方去，好好调养一下。旅长，你一直不让我走啊。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和以前一样吗？再说了，你已经尽到了你的职责。你是嫌我打不动了？你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你别不识好歹啊！我不走。嘿，你个臭小子，你属什么的呀？啊，这以前不让你走吧，你一天到晚的哭着喊着装疯卖傻的要走，这现在让你走了吧，你又赖上了。我说你这狼脑袋里你想什么呢你？啊，想着报我芥川的一乡之仇？我还告诉你，就凭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你要真和芥川交上火，你非惹火上身不可。你要是担心我给新八旅惹麻烦，那就请放心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负责任的。自己对自己负责？我以为你死过一次，能明白点道理。现在看来，你就是榆木疙瘩脑袋一个，什么都不懂。旅长，让我留下。你留下来将要面对的是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留下。好，你给我记住你刚才说的话，如果你以后再跟我提走，门儿也没有。是，你给我回来！你违抗命令，没有完成任务，降一级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为什么对我封锁消息啊？你很清楚为什么。你不能用私人感情来代替原则。我和龙少卿没有半点个人恩怨。我看倒是有的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过于情绪化。既然他还活着，我们就必须要追查他擅作主张、违反纪律的事情。此人身上疑点甚多，必须要严查。那是你的职权。马上要打仗了，我请你快点查。人不死了吗？啊，
石头呢？哈，那小崽子碰上老乡，在那边唱歌呢。长官，你回来了。这位就是龙长官，咱战区第一大英雄，头号神枪手。你早都知道，早都知道是不是？你早都知道他还活着。我怎么可能知道他还活着？我要早就知道他还活着，我怎么？你怎么会向我坦白他是你的男人，以前的第一个男人？说什么呀？对不起，我没想伤害你。你就那么不想他活？你就那么盼着他死？你说的这些根本就不是事实，我要的是真相，真相，你懂吗？真相是昨天我才知道他还活着。昨天我跟他什么都说开了，我们之间不会再有那种感情了，永远都不会再有了。你很伤心是吧？伤我心的人是你。关中自古出英豪，这些少年学生娃放弃了学业，远离父母，舍生忘死。我从军了20多年，此情此景还是让我感动。看着他们，我好像看见了中国的希望。旅长，日军夏季攻势即将开始，这些学生还都没有实战经验，上了战场很危险。训练他们就靠你们这些老兵了，我相信你能把他们带出来。旅长，给我2个月的时间，每人100发子弹，我保证每个人都练成神枪手。我可以答应你，就怕小鬼子不答应啊。再说我现在到哪儿给你弄那么多子弹去？我看咱们新八旅现在应该向人家八路军学学了，没有枪没有炮，从小鬼子手里捡。那我有多少时间？最多1个月。呵，浪费。谁写呀？老婆。嗯，老婆。嗯，有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小梅，这个戴罪立功的戴是哪个戴呀？哎，是裤腰带的戴呀，还是老一代的戴呀？不知道。先告诉我你老婆的事儿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不分轻重呢？嗯。我这是写重要报告，啊？什么重要报告啊？问我不就得了？戴二勇写封家信。什么家信呀？刚才还说是给老婆写的信。你有老婆了？嗯，嗯，小梅，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就先回去吧，啊！我不走，我又不碍你的事。哎呀，我这有点事儿啊，你们小姑娘家家的不方便，啊，回去吧。
林团让我交给你的，放这儿了。嗯，好。嗯，九儿同志。啊。留一下啊。哎，九儿就不是小姑娘了。错，九儿啊是女同志，你是小姑娘，懂吗？这城里江小姐还真看上你了啊。英雄和漂亮姑娘，你们倒是挺配的。什么时候和你们喜酒啊？哎，这烟可不能瞎造啊！人家未婚小姑娘，我是纯洁好青年，这话传出去，你让我们怎么做人？嗯，你还怎么做人？整天老婆老婆挂嘴边上，脸比那城墙还厚呢。这么写，记住了。哎，你还耍上情绪了？这以前让你学字儿，比让你上刑还难。今儿怎么了？看起字典了？我看大春的太阳是不打西边出来了。你这什么狗屁逻辑啊？怎么的？哦，工农干部就不能学习文化了？学习文化就得是资产阶级。地主大少爷的特权，你往哪儿扯呢？说什么呢？我对你有意见啊。有意见说。你那个阶级立场有问题，很有问题。啥意思？你喜欢那个独眼狼大少爷。胡说！我胡说！我把这个脑袋揪下来，给你当球踢。我这个人直肠子，我想什么我就说什么。鸡蛋呢？多香的鸡蛋呢！我俩月都没闻见味儿了，你喂了土地爷了。不喜欢他，你就是喜欢他。那小子，枪打得好，我承认，打鬼子狠，我佩服。对你有真心吗？犯他妈什么傻呀你！我爱咋想咋想，你管不着。我管不着。我党支部副书记，你那个档案就在我们支部，还我管？我管的就是你。别拿组织来压我。我关心他不假，可我有什么错呀？团结抗战。是不是党的政策方针啊？别拿大帽子来压我，政策我懂。团结抗战，那也没让你喜欢他呀？你啊，那也不能往炕上站呢。再说这俩字儿，我抽你！那你就是不喜欢他。你再说，你再说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。二八四三我够资格了，我就娶你，你生下来就是我老婆。你受伤以后，我和文轩来过这里，我们之间的事情我都告诉他了。你不该跟他说这些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还活着？知不知道那段时间我有多难过？我已经失去过一次了，我再也承受不了。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。我告诉他，我忘不了你。告诉我这些干什么？
都过去了。真的过去了吗？你现在结婚了，有丈夫，将来还会有孩子，你会幸福的。别再找我，别再跟我说这些。在我面前出现，我就没有办法不行。那怎么办？要不然你走，否则我走。我不可能走。为什么？我答应段旅长参加培训关中学生团。你还要去带那些学生兵？过去的事情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他们只是一帮学生，只有一腔爱国热情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任何军事素质。他们只是那些将军啊、官僚啊，充当门面的靶子而已，上了战场就是炮灰。你要是不教他们，或许你还没那么伤心。可是你现在要带他们，还要看着他们眼睁睁的一个一个在你面前死，你受得了吗？你这些都想过没有？也许我过去是有点悲观，但我现在想做点什么，不能眼看着那些学生白白去送死。我会尽力的。真的变了。以前你龙少卿心里哪有责任？别人，那简直就不是你。过去，四年前，还是更早。那至少还是你。你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？我太了解你了。你就算留下来又能怎么样？你继续痛苦，继续做噩梦，生不如死，你受得了吗？从我进段里。你就要逼我走，你究竟担心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你要想死，找个别的地方，你别在我面前死，我受不了这个，我凭什么要受这个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，你知道我走不了，从一开始就走不了。痛苦，我难受，但是我不能走，现在就更不能走。你了解我，就别再说这样的话，永远也别。你这么紧张，是害怕我在背后开冷枪吗？不担心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骄傲。哼，骄傲的人呐，往往都是很脆弱的。有的时候，他们自己的情绪都会不受自己的控制，在那一瞬间，他们就不再骄傲了。但是有一点，你是对的，我不会那么做。原因并不是我的骄傲，我对我的敌人从不骄傲。我想你对我应该是有所了解的吧？我没有搞清楚的事情，都有一种欲望，把他们抽丝剥茧，搞得水落石出。在事情真相还没有大白以前，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我的嫌疑犯。从明天开始，你接受审查。我理解这个男人的痛苦，
也许他从未得到过他的心，可我得到过吗？参谋长，陆明的死因已经查清楚了，他左臂中弹，并不致命，而且经过包扎。这致命的是他的头部，受到过钝器的重击，是德国98K狙击步枪，这种枪很少有人使用。哎，龙少卿用的狙击步枪就是98K。关键是，龙少卿为什么要置陆明于死地呢？他要干什么呢？参谋长，龙少卿想杀人灭口啊，因为陆明知道的太多了。你说的这些都是猜测，我要的是证据。龙少卿关于这次违纪行为的交代材料我都看过了，关键是芥川的那一枪差点要了他的命，也使他再次成为我们新八旅的英雄。这件事情太具有迷惑性了。参谋长，龙少卿也差点一枪要了杜占明的命啊，这可是我亲眼所见。还有芥川的枪法同样很明显，这一枪肯定是苦肉计。哎，参谋长，要不上次在阵地上那个日本指挥官直喊除了龙少卿一律格杀无论，龙少卿现在是我们新八旅的英雄，是战神。段旅长会不保他吗？再说现在大敌当前，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，是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他的。听着，从现在开始24小时给我盯着他。是。木头激发，大家看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第一阵卧室射击，准备。武藤，激发。刁在飞刚才在射击的时候，枪身有明显的晃动，这说明你身体没有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。大家要记住，在射击的时候，一定要让自己感觉到舒适自然，才能够有准确的射击。听懂了吗？明白了。第一列回队，我方の砲撃部隊は昨晩四六陣地に進駐しました。敵はまだそこを気づいてません。乱流は現在新兵の訓練に忙しく、軍事力の弱体化が見られます。奴らは我々の敵ではありません。夏の個性、連隊の任務は明確だ。弾量を壊滅させ、中央軍を全滅しろ。はい。我々は2ヶ月間準備してきました。奴らの先は見えてます。弾量と八郎軍の主要軍を断ち切れ。忘れるな。乱流と外の友軍同士の連絡を完全に断ち切ります。うん、報告。どうした？いや、何でもありません。ちょっと用事が。長官、このまま内部視察を続けましょう。うん、どうぞ。翻开旧照片，
模糊了视线，有多少美景弥漫着硝烟，回忆是琴弦拨痛了想念。